老板，请问一下哈，那个车友啊，他拖走那椅子啊，你有没有很惊讶？非常惊讶，非常惊讶。老板，请问一下哈，那个车友啊，他拖走那椅子啊，你有没有很惊讶？非常惊讶，非常惊讶。你知道当下我们笑得要死吗？对。啊，椅子最后是怎么拿回来？他马上传讯息给我，然后早上我赶快开车过去载啊。哦，赶快开车过去载。哇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对啊，如果他拖到那个快速道路上面的话，就完蛋了。没错。谢谢老板。